每天甩手十分钟，毛病全没有。百岁老人都在用的甩手六部曲，简单实用，每天练习带动全身红色液体循环。记得先点爱心收藏，每天多多练习。首先，双脚打开，身体保持直立。动作一，上下甩手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我们的腋下开关，打通全身关节。动作二，上下交替甩手。站稳之后，立起我们的脚后跟，抬头挺胸收腹。第三个动作，抱肩甩手。中拍往后打开，这个动作可以灵活我们的肩部开关，同时打开我们的胸腔，每次做50次。动作四，交叉式甩手，可以很好的灵活我们的肩部关节。动作五，泼水式甩手，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腰部、胸椎，还有整个脊柱。动作六，交替式平移甩手，可以有效的打开我们的肩部、胸椎、腰部整个脊柱的开关。这个动作每天做50次。